光客运基隆站满满都是排队人潮，因为台铁发生耗资故障造成班次大误点，结果通勤通学的民众只能自己想办法搭客运。立法院蔡适应直批台铁不能自己宣布误点就算了，他将要求台铁与公路客运业者建立联合协调汇报机制，及时增班疏运通勤旅客。在跟台铁在协调说，我认为未来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，台铁跟公路客运业者应该要建立起联合汇报机制啦，而不是说台铁误点就台铁自己宣布误点就算了。我认为他应该跟客运业者建立一个协调汇报机制，让客运业者能够因应这样的情况来增加相关的班次。由于国道中山高速公路每到尖峰时段就出现拥塞的情况，蔡适应表示他已经与高速公路局长谈过，从汐止交流道到五堵交流道的拓宽案，目前评估可行，他会努力向行政院争取支持，改善基隆台北间的交通。因为这个公路运输业者事实上最后也是走高速公路嘛，所以适应在这个部分，在日前我跟高速公路局的局长有谈过，我们从这个汐止交流道到这个五堵交流道的拓宽案，目前评估是可行，那接下来就是相关的综合规划等等，那我也会努力协调这个案子在中央行政院能够正式的核定通过，让我们的公路运输能够改善。至于大家关注的基隆捷运案，目前进度持续，他也会督促交通部等单位加速推动，尽早施工，让基北交通可以有更多选择性，降低台铁误点所造成的冲击。记者张启腾基隆报道。